金贤重，你小子真有招。OK， 好了。对这个节目萌生了退意，知道有多耻辱？我一边跑，娜姐后边驾驾。哎，维嘉超不老实的，他一边背着他就好了。怎么了？哎，老师你快一点了。走到后面还自己，哎呀，这个时候应该换骑马舞嘞。我背的特别轻松，因为他上来一跳就跳到我这儿了，所以我背着很省。与其说是你背着他，不如说是他卡着你。刚才这个环节非常的开心，好了，对，这个节目是一个有深度的节目，我们这个时候对金贤重进行一番深度的访谈。刚才你享受吗？享受，享受。제가실제로말을타봤었는데말같이되게안락했던것같아요안정감이고潘姐姐又疯了，我真的起风。他说他真的骑过马，然后呢，给那个感觉。他刚好袖子上有这个。我是听的是，啊，还有马跟你的穿着有关系。好，马上进入到我们的啊啊啊科学实验站。
5678，欧巴在动。啊！耶！金贤中，你做好准备。广告，进广告，太恐怖了！可以再低一点，再低一点。好，金贤中，怎么到我这破呢？到他这坏听呢？还是里面不根本就对啊，让你们见识一下表面张力的厉害。哎呦，金贤重，金贤重，手是开了震动吗？等一下，里面是口水井吗？好，金贤重跟我杠上了是吧？你垮吧，这就算垮了。拿手机，加，你喊自己干嘛？加你，哇哦，那个一个吻。可以，哎，等一下，可以直接这样吗？不行。我当时亲的猛了点儿。要不去抽走底板。啊！让小伙玩的可开心了。让你斜一点。射！教他中文，这个原理叫表面张力。表面张力。30秒钟，漂亮，金贤重。没有了，已经。你们放过他吧，好，还有20秒。Bye.
恭喜，金贤重在最后找到了方法。好，那个是金贤重的成绩。那接下来交换成我们的海尔兄弟组，有请涛涛跟佳佳，同时呢，金贤重和娜娜要去推了。等一下，金贤重先生，对于你自己在刚才游戏当中的表现，你如何评价？啊，맨 마지막에 방법을 탄생한 것 같아서 좀 아쉬운데요. 최대한 방해를 잘 해야 될 것 같아요. 他觉得最后才找到那个游戏的方法有点可惜，这次我只能用力去防守了。采访一下我吧。好，接下来呢，接下来我们开始比赛了。采访一下我吧。好，娜娜，你的心情是？我觉得好，谢谢娜娜的表现。那接下来，请讲。我觉得刚才在这轮比赛中，我用我瘦小的胳膊撑起了整个队伍。OK，好，两位请就位。好，这边我们要特别提醒我们海涛跟维嘉，因为现在我们的跑道比较滑，所以请你们注意安全。两分钟计时，开始。 这个呢，我们看到的是海涛跟维嘉和海涛的成绩。接下来最关键的就是我们马上要看一下娜娜和金贤重的成绩了。请各位围过来，我们可以看一下。稍等，稍等，等他平静下来，现在他在晃。我们赢了，我们赢了，绝对赢了。我们看到。 娜娜组和金贤重组成的必胜组，以微弱的优势，再来看一眼，微弱的优势，甚至有可能是因为桌子不平，不是，你看着一点点，但是确实是他们获胜，所以接下来。 由寿星涛和佳野把这一桶水喝完。